我6岁就开始学习跳舞，到现在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。舞蹈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生活。我现在和朋友合开一家网店卖服装，为的就是能够延续我的舞蹈梦。舞者呢是孤独的，我的社交圈也特别的小，唯一一次谈恋爱也是与自己的舞伴。可能因为彼此太亲近太熟悉，所以经常让我分不清这到底是爱情还是一种依赖。每天练完舞，拖着疲惫的身体独自回家，就好想有个肩膀可以给我依靠。来这儿也是希望能跳出这个圈子，找到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。我希望23岁呢就能结婚，并且想要2个孩子。如果婚后有能力的话，希望能够开一间属于自己的服装店，好让我的舞蹈梦能够继续下去。我是李璐，我来了，你在哪儿？